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开了一个受到美国股市，昨天也是哇，昨天也是本来还好的，都忽然之间打下来，过度杀霸威廉，哇，他错戏，对不哈？这个但是你不用紧张哈，今天开了这个盘呢，是转折的两点低盘，那么四回。这个所谓的一高盘，一高盘就是盘中拉台阶假象，到买盘在尾盘会上来。今天已经成为这个所谓的上涨，好，那么成交量还是萎缩。那么我有跟大家讲过了，这个都是消息面影响，只有一个因素叫做升息。那么美国的这个殖利率啊，殖利率突破了2%，几成定级，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啊。马上造成股市的震荡，那么预估啊升息加2码，哦，这个2码很多嘞，哦，所以说这个比大家预估原来的还要严重，以至于今天呢，啊，开的这个低盘，低盘你就不用怕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来，我昨天有跟你讲过嘛，这个盘到这边，我们用，我们用这个 K 线图来看，哦。K 线图它就是到破30的时候，破到这个月线的时候，这个上来就是月线，月线它一定会拉上去，而且它的低点哦，就是上一次的低点18043没有跌破，那18043没有跌破，它到18125，期货今天刚好换新仓嘛，哦，期货刚好换新仓的时候，它刚好期货刚好到18这个今天可以说期货的话也是到低点嘛，哦，到你看18多少？18081嘛，哦，你看哎，再来看一下哈，18081嘛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表示这个月线支撑有，期货是价格的发现者，所以我昨天跟你讲月线保卫战，月线以下还是要找买点，闲股不闲事，那这要怎么找买点呢？因为本来是守势，现在会变成攻击盘，会变攻击盘。那你看这个弱势也会没有再跌破219，这个是贵买的部分。那这个盘就要开始要反攻了，很明显就要反攻了，哦，就是要反上要攻上去了，很清楚要攻上去了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要攻上去，哦，在利空的这个罪念之下，它要开始做攻上去的这个准备，哦。要做攻上去的准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它这个设定，我们可以看到一，来，这里，哦，这个数字我们看一下，18236就是月线，就是月线的地方，守住了嘛，守住就 OK 了，哦，那这个股票守住 OK， 我们要看结构上的问题了，我们来看结构，来，电子股跌不下去了，运输股最弱的跌不下去了。那今天强的是传产股比较强，哦，塑化类股、石油价格上涨，电器、造纸都涨，钢铁股也大涨，1%，运输股也，所以今天整个撑盘是哪里在撑盘？传产股在撑盘，传产股在撑盘，哦，那台积电基本上它也不容易涨，也不容易跌，差不多了嘛，落三天啊嘛，要叫一个落去倒死，对不？外资也。外资是策略性的卖出了，他还是看好台积电的。那传产股我就跟你讲，你传产股要买就买长荣了。长荣哦，这个季线之下再找买点嘛，我老早就跟你讲过了。但是你不能乱买啊，你上面没有卖你怎么买？我上面卖了2次嘞，上面卖了2次嘞，对不对？上面卖了2次嘞。对不对？上面卖两，你下来才有资格来讲买啊！我昨天有跟你讲，我前几天就跟你预告了，急跌早买点，利空频传了，对不对？下来了嘛，123以下拉回来早买点，123附近再说了。好，今天2603，来啊，吼，来啊，吼，对不？要 Q 伊啊，你看麦，就涨了嘛。啊，你看，我是在大股东申报。这个信托的时候我来卖，季抗跌小调节，哦，够不会哦，中长线还是看好。我就是
高买低接核心质股卖两次，有没有看到低买低买卖两次来下来要再接？阳明也一样啊，阳明100块附近也是一个买点的，你 put 也是一个买点的，这个跌这样没有意思了。给你们搞啊，刚跟780以后的阳明真的是可怜了。那另外就是我说金融股就是我买一档嘛，买富邦金嘛。富邦金嘛，他今天也跌不下去啦，不打下来，我就是76块买的，我上面虽然没有跑，但是我直系稀有，反正有一天他一定会大涨，我有信心。真不行，我再把它卖掉，我也没有赔钱了。我是把资金藏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把资金买在那个会跌的股票，那你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买这一档股票，我在85块以上卖掉，我都公开的讲啊。你看现在跌到77块，差8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资金把它买那个就不会跌了。那我这几天我一直在布局，就是太弱留强，因为我认为利空是一个买点，所以我认为新上市的，像今天立志新上市就涨到涨停板，啊，这个有的弱一点，3592，今天是打下来啊。哦，你吓一跳呢，打到651呢，哦，这错一跌呢，我啪的打下来啊，因为立志涨停板它就比较不会跌，啊，我还带新进的会员下去买呢，因为你突然100，我买出来你买啊，紫骨细胞，我第二批是635买的，哦，第一批哦比较早表态嘛，我说这个跟细粒比嘛，哦。早表态，这个比较买的比较便宜，好啊，635再继续买下去，有的买到628，我会员都有会跟我反映，这个清代会员的，哦，635买进，有没有看到？本益比偏低嘛，好，1月18号，我有的会员还买到628嘞，因为我那时候花扣信的时候刚好他在杀盘，我花扣信的时候他在刚好在杀盘，哇，那这真的是买到比较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给你看，刚好在杀盘。9:09，那时候刚好在杀盘，抬来哇，抬来再不会，买股票要这样子买，哦，这样买的话你就不会受伤，不要去追高，追高就是比较危险。那我们这种股票啊，它是慢慢涨，你急不得，它一直创新高了嘛，一直上去了嘛，稳步期间，行进间洗盘，那相对的跟它赚一样的叫做细粒。我5000跟你讲，这爱买有无？哦，6415。我跟你讲爱买嘛，起码存3800。我跟你讲，伊的故乡哦，落地基的所在，这就是伊的故乡。将来这个会回到这个地方去，所以你有这个股票，这个不能不小心。这跟3008意思赶快，这嘛都等于伊的故乡啊，都做2000块了。前几天啊，哦，我这一个九一个，大家全市场拢有啊啦，拢有大力光啊。啊，我点顶头那甲你讲，大力光，你毛利率开始衰退了，你个个大力光讲，乖乖个落来你看嘛。啊，恁这拢套路啦，恁这拢买拢套路啦，对不？啊，大家咧大力光，我安怎甲恁讲？股票是看趋势，趋势没有改变前，它还是持续走空。所以内行人就是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外行的哦，大力光好伟大，一间两一张200几万，这干不袂使我白买买。啊，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我持股控制在5档以内，我活泼，资金活泼，无参与讲有诶投资朋友哦，啊，恁拢拄着即款哦，拢拄着啥物？拢拄着迄个金光党哦，啊，买一堆股票啦。我最近嘛，真侪投资朋友来参加，伊拢参加这涨停板的金光党。大家唔是咧涨停板，就是啊，涨停板又真欢喜，有诶买会到，买无到，隔天刚刚再来倒头再见。拢安尼啊，不要会晓买，未晓买。我无同款，我黄世明干无同款。我保持资金的灵活，资金的效率，我股票绝对未超过5档。我买这。奇隆啦，90块2毛买的啦，他确定了我才买。3017，我嘛昨日也不会啊，对不？3017啊，昨日也不会啊，90块2毛买的啊，对，90块2毛买的，昨天大涨。哦，我今天就来跟你，又跟你洗盘，洗一下我错一条呢。
有管教你讲，这是爱买一届，但是免买，因为这走未去，伊走未去哦。这个股票哦，我不对股价预测立场，但是我这因为40块做，我80块，我走掉了，我拢无做，踮咧只盘遐久，盘有够久啦。我即款指数咧大起哦，迄阵我伫只就卖掉啊。哦，盘遮久，盘规半年啦，拢伫只咧熬啦。啊，这边换伊去啊。这个股票就是安尼，啊，你了解伊的股性，我了解伊的股性，我就唔惊。本益比低，低其低，获利成长，伊赚8.5，去年2021年赚8.5，今年卡拉拉的有啦。哦，这个散热模组，你看建设散热模组，但是建设有做汽车的散热模组，跟金利，哦，我金利把做起做大谈啦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是散热模组。哦，90.2买进，看看这阵我那么无走啊！哦，啊，金项店嘛，赶快你免出来，83.5买，以下买的2368，你今天嘛未去啊？我嘛无咧出来呀！哎，买遐做走未去啊？走未去，你无要紧，伊这边碎盘整，伊突破新高再拉回测试，啊，就要去啊，佮加上啊，就佮去啊！这款你免惊，来你就佮杀你惊！我昨天就是买83块的，83.5的。买进啊，对不？啊，那个细胞，那个细胞，昨天拉到88块多，我嘛不卖啊，我不卖，对不？我有没有卖啊？强势股拉回就是买啊，我告诉你很清楚啊，我做股票都是啊，我这信德6438，这个我跟你讲的 key 啊，今天有利多，这个利多啊，这个利多是大家比较不知道，他什么利多呢？他在做那个，他跟那个嘉登合作的。极紫光外 EUV 概念股，你们只知道嘉登啊、环纤啊、工准、德意志，你们不知道有一家叫做信德。这个信德，嘉登个领95号，嘉登个领95号，这种特等，我就是看过。哎，今年去年赚差不多10块啦，啊，今年卡拿来嘛有。你也知道这台积电的设备厂本益比拢有几倍，本益比拢才悬的啊。所以这款股票你都免惊伊嘛，我持股续报啊！啊，你看你们这几天，我相信很多人是要哭无目屎。安怎讲？你知道？一手拢全套牢的股票，要啊脚麻走未去？安怎讲？拢套牢嘛！啊，套牢为了两成，为了三成，实在是砍不下手嘛！真的是砍不下手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恁参加的老师拢是涨停板。专家弄咧，逐天就抢涨停板，股票20-30栋，10-20栋，10-20栋，算我真客气，20-30栋，包山包海，瞒天过海，逐天嘛有涨停板。哦，我直接感觉因只牛诶，我嘛要想要来参加因涨停板，尾仔我较注意看，你看看节目，你来看，迄老师这支股票是逐天讲无？啊，有买无？啊，逐天讲。哦，譬如讲，我讲，哦，我这支3017。啊，我买，我都逐天甲你讲，是毋是？我有逐天甲你讲嘛，有嘛，对无？啊，迄就是正经的。啊，伊两个忽然间涨停板，甲你讲，迄拢真笑的，你听无？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来判别真假。啊，那涨停板有哦，隔天讲那落来救伊都无去啊，恁老师咧伊都无啊啦。哦，比如讲我讲这3592，即马涨停板大家拢有啊啦。哦，啊，即马那落来大家都点点啊，安尼真笑的。啊，我即看好，我无破掉的嘛。所以我买的已经有基本面、技术面好、筹码面、用心选股、消息面来验证，做到面面俱到、滴水不漏。啊，主人就会赚钱嘛。啊，恁这几天不是惊啊要死？哦，有影会惊？你看美国落去都死人样哦，会错啊，正经会错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迄小股票都全无望，伫打沙填海了王刚。啊，恁是不是安尼拢套条的，脚麻走未去？黄世明一定是买卖无档，绝不跟主力挂钩，带进一定带出，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。我无安尼做法，我甚至于今天做泰弱留强换股操作，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没有把资金灵活度嘛，我资金灵活度够，我就会赚钱，不行我就撤退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我不会套牢到冠军操盘，品质保证。好，快速机动，隔日冲、三日冲，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，花时间。安尼，哦，恁来看哦，农历年后啊，开始盛会期，欢迎你参加 LINE 小老鼠墨5168。
虎年行大运，翻倍赚大钱。机会才多，股票市场就充满机会。年前赚会为加倍奉还，欢迎你加入我们 LINE 小老鼠莫无语的 Telegram， 加入亿万家族，有加够有量。我跟你讲，我都会给你们分享。分享股票很简单啦，我讲较强的给您看。分享对吧？按摩的教学啊，我 Telegram LINE 我都有一些好的股票跟大家来分享。很多股票都是我事前的讲嘛。那今天你不要去追高，做股票不要追高，对，你卡傻，卖去六管，安尼就会赢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买股票啊，是等到跌的时候来买，你千万不要去做追高。哦，比如说我跟大家有讲过嘛，这个JN 这个也是将来就是第三代半导体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前波段有跟你做这一档股票叫台亚，那时候我在42块买的，买在这边卖掉，再下来再接上去，很多人涨停板才在讲这一档股票，现在又下来了。在这边盘整不跌，大盘大跌它不跌 ，KD 又要上来了。像这种就是你要这样买股票，逢低买进，这个长线看好，它都是这样子，就给盘盘盘盘无量再给你游，盘无量再给你游，就盘无量修正再给你游，安尼，这就是股票的做法，你要了解伊的做法，卖常常讲你涨停板你再去钓。你像阮落来，阮嘛甲买啊，对无？甲买你惊呢？对无？落来你就甲杀，对无？落来你，我今日落来就甲杀，落来就甲杀，你惊呢？对无？是不是？我不是那种哦，天天讲涨停门打高空，还金光洞啊！恁参加这老师，我相信恁一波落来，恁就知影靠妈咪啊啦！这标股先生啊，恁手内拢全套牢股票。不是包山包海，就是瞒天过海，手上有二三十档股票，这哪都是刚你都卡完啦。何况讲安尼，问者给你害落来，哦，啊，这昏去啊咯。你看嘛，问者给你害落来，你都掉钱啊。即卖有台积电，你嘛掉钱，国瑞你嘛掉钱，这三摆拢掉钱，对吧？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月线之下，每本到月线，拍落又改，拍落，拍落又改，拍落又改，拍落，即卖要搁又改啊，你免错。利空频传，你免揣啊！我唔是咧买这個，互你看利空，利空，干利空。我唔是讲我买股票3017，互你看，对不？我唔是讲我买这個，对不？啊，今仔个杀落来，你咪惊？你老师咧，这个吓死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咧惊你，我死爆了，我无咧错你啦，你走袂去啦，对不？来90块2毛买的啦，对不？啊，我每天我是秀口讯的咧。欸、我是小可惜的呢，跟一般老师讲，我有买啊，你有买，你证据拿出来嘛？我是有证据的哦，啊，我会员嘛，听过都要做证的哦。金项链赶快呐，我涨83块至83.5块，23.68，我嘛无错啊，也跟来啊来嘛真正常啊，对不？不要怕它跌，下跌量缩也别惊呀，这个怕什么怕？对不对啊？你的持股细胞，对不？股票爱看咩可以？可以站的，我见，对吧？我站来，我才能够买熟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每天去追涨停板最高的，哦，像信德也一样啊，这乱里头乱里边出来，就看六四三八，这是
即款你嘛免错啊！你看今仔日我132，你看嘛，对无？我即逐工甲你讲的，逐工都听我甲你讲，有没有？啊，富财即嘛免惊，即3714你嘛免错啊！即款你嘛免错啊！你看，台湾就是买点，台湾就是买点，是不是啊？我昨昏甲你讲啊，台湾就是买点嘛。即你看有即款的，即 mini LED 即种特动的，即款的拢特动，即长期来看好嘛。即第三代半导体，所以你免惊。所以你现在买股票一定要是二低一高黄金法则，获利稳定的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你都敢买，本利比竞价高业绩成长，业务业绩成长你都免惊，基本面有诶，第三代半导体这绝对好诶啦，从今年绝对看这金融股外你嘛免惊，这金融股升势上好诶，哦，技术面、筹码面。消息面用心来选股，这个心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摸良心做头路，做老师就是安尼，把会员的钱看作家己的钱，比家己的钱较重要。因为我本身我无做股票啦，因为我在我的客观看世界，看一些问题，我绝对无做股票。无做股票啥？清心寡欲嘛。我的目标就是要让会员真正的赚钱，这才是我的目标了。人生就是安尼过得啦。我即款迄所赚偌济，我赚偌济等于，今早会等于，对不？唔免，咱卡踏实地一步一卡印，疾风知劲头，路遥知马力，对不？你固定人心嘛，这就是安尼嘛。我讲个歹听就是安尼。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爱看好真联络兵。我黄世平唔是讲我遮敖的，我唔敢安尼讲。拍摄我唔敢，我无迄个本领，但是我卡大实地，用心计较就是要会员赚钱。我坚持我的原则，不主力挂钩，无档股票带进一定带出，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。不行我就停损，停损把钱收回来，我的资金活泼，找最有利、最有效率的地方去帮你赚钱，这叫做冠军操盘品质保证。这金秋老师做会到的啦。我也是隔日冲、三日冲，追求绩效、长短配置、花时间才。农历年3月1日起算会起，小老鼠莫乌鱼六八。当大家都害怕的时候，黄世明勇敢的进场。这三天你们怕，我在买股票在赚钱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放心的时候，我在卖股票，跟您斗掰走。虎年行大运，翻倍赚大钱，年前赚会费加倍奉还。现在加入，你没有参加没关系，你继续看。做我的电视会员，时间会证明一切哦。欢迎你加入我们 LINE 小老鼠莫五六八 Telegram ID 小老鼠莫五六八，欢迎你加入亿万家族。我们每天都给你最快最好的信息。加入了亿万家族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亿万富翁。那你目标就是安尼，向这个目标行，这个目标袂使无畏惧的。安怎讲？有钱上好，无钱什么拢无效啦。但是有钱是有人来赚的，不是讲哦，哎，卡达是对一步一卡去赚起来，不是袂用偷食波，袂使想讲要投机取巧的。那大家要涨停板，要叫落涨停板，啊，你若指数一直起，股票一直起无成好，啊，若倒头债的时候，你变怎？你就解考啊，你卡麻走袂去啊。黄世明资金保持活络，把资金的效率提高到最高的境界，让你真正能发挥你的钱。把你的钱当作比我的钱还重要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。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，电话拿起来，我们这样子哦，一起打，大家一起来打拼。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